菲律宾总统杜特地扫荡毒品不手软，塑造了自己强悍的形象。不过呢，似乎也是一物克一物，因为杜特地对自己的小儿子塞巴斯丁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这一位塞巴斯丁是爱拈花惹草，除了名，放着正牌的模特儿女友，还有一双儿女不顾，跟菲律宾性感的女星打得火热。而杜特地不惜在媒体前自掀家丑，希望儿子回头是岸。菲律宾总统杜特地手腕强硬，扫毒更是不手软，引发正反争议。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经，杜特地对自己最小的儿子塞巴斯汀完全没辙，只能在媒体前自曝家丑，感慨大骂不孝子。幼子塞巴斯汀和菲律宾的28岁性感女星阿塔娜绯闻满天飞，不但有亲密合照，还有两人度假下厨的影片。阿塔娜是西班牙和菲律宾混血，身材和外貌出众，一开始担任网络模特出道，之后为男人帮等不少男性杂志拍摄性感照。算 love mo papa mo pati mama sun mama lang kasi hindi na kilala ng tatay。杜特地隔空喊话，希望儿子早日回到一双儿女和正牌模特儿女友身边。塞巴斯汀则在脸书上回应，去年12月已经和阿塔娜分手。不过，或许是老爸风流成性，塞巴斯汀有样学样，杜特地也无可奈何。是林文编译。